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历史新界》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述历史，让大家更容易了解历史。上期咱们讲了励志帝王少康的故事，这期咱们接着往下讲。在少康灭了东夷族和有穷氏后，整个社会步入到了一个比较太平的年间。少康退位后，儿子处继位，处王年轻时是一员猛将，为父亲征服东夷族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